赶快睡觉。马鞍山有没在吗？马鞍山机啊，不是我们的，挂我。一年二十万那个，这么多钱也不去？不知道，没要钱。马鞍山，我老家。他、啊、会嫖赌马鞍山。名字不错，是吧？在这个直播吗？我在直播。我刚刚到了。前面来一个啊！前面来一个，罗伯顿，罗伯顿，打不打？好，我不行了呗。输了三个打，哎，有一个三个打子。你让姐你别，下午还没到。姐姐啊！哎。起码这样的队不会随便割你，他割也会提前告诉你。妈的，天天被二线队割，什么意思吗？我打之前跟我说，我去的护照了，我操你妈！能不能提前说一下？我还可以多睡一会。我就几只躺着不动。说好一点半嘛，你要起床了。这别跟我说这个，就别跟我说这个东西了好吗？那已经是历史了。哦，我知道你老那边的人情感是哪里来的了，看到这个没有？小费龙姓石，哎，冰火双龙，我直接选出来了，看看。一把一击用的傻屌。是吧？一击不早就用了。啊，小费龙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得了秘密一盘。难得一盘，得了秘密一盘，难得一盘，得了秘密一盘，难得一盘，猫全念，呵呵是头菜。骗了把火箭。哦，怕钱啊？他本来就不怕啊。怕了，怕了。我他妈脏啊！笑得好开心啊！开心吗？开心就对了。
哎，你能不能接到？从来没丢失过。不会觉得很好接吧？随便接。碰，多过关碰你能接到吧？多远都能接。不行了吧？不一定，不一定的。二十六被关键上百分之百能接。哦，我知道怎么接了，接他跳的地方，直接对他落点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中国关，然后碰着接接。哦，接接啊！啊，接接不随便接。距离不同，距离不同时间。所以你说中国 TS 接炮吗？我操！不好接吧？我只知道中国碰那个帕克的 F 呢，懂吗？不可能吧？是你问小罗吗？小罗当年不服。小罗的话。我给小明开了一个，他把那个 F 键快按烂了。不同角度，不同角度射的，按烂了，快按烂了，他那个。阿比 A B 跳得出来吗？这我不知道。肯定能开出来啊！肯定能开出来啊 ！B C B 肯定能开出来啊！对啊，肯定能开出来啊！对啊，最后接什么？最后接进哪？接哪个接啊？冲锋剑。我说独孤关，不是碰剑。肯定看不出来啊！独孤关，不是碰的剑。看不出来。一根剑，这一根剑。内心剑。哎，我跟你躲好吧，我跟你躲好吧。躲。躲。我这正常加税是一个大的工作。我给你十万，你能接到？小娜娜税，小娜娜税 ，B K B 能开吧？也开不了。剑吗？也开不了，接到什么？内心剑应该开，哥就是那个剑在你屁股了，应该也能接，也能开。刚刚开，也能开。看你怎么。也能开。好，你们两个赌一场。赌多少钱？赌多少钱？先说。赌千刀。一千刀。你不拉我？两千刀，认识你。一千刀拿那个鸡。好，一万刀。快。快快快！来来来。一万有没有分数啊？一万刀啊！刀啊！毕竟是你吧。你接过了，哎，等一下我，你对了。没对好啊，我睡久一点啊。后天下午估计你对了。后天下午不是要去开幕了吗？没有开幕吗？不会又有开幕式。又开幕式。是啊，然后采访你啊。彩排什么的吧。采访你啊。就在基地旁边。下面让我们看看，所以你对江湖有没有什么信心？有没有什么期待？有什么期望？目标是什么？早安天舞，你还会退役吗？问的问题好尖锐啊！哇，十六真四。多名有钱呐？十二名，十六名。每一名都有钱呐？是看多还是少？要求不过分吧？进个前四不过分吧？前四我三两年没进了。我是，好再进一次，对你尝一下第四名的味道，熟悉的味道。不会出国前四吧？啊、他有，我、哦、他没有。拿了几次前四啊？三次。不说了。天山他也是第四吗？天山他不是第四，第五。我有不在第四过吗？他是四五四，四五四。我打的比赛有没有不是前四的？有啊 ，MDL 极少数吧。TS 三 ，MDL 是什么？哦 ，MDL 我们是第六是吧 ？TS 三也是第六。哎呦，开不开啊？不开，妈的！先看个电影，不会被封吧？你老大飞哥失踪了。是不是被封啊？我想看。点啊！在这里面啊，小罗，姐，小罗，这里面是吧？啊，这海明还是胡子？这个谁？第一神，我去拉坨屎，选慢一点，选慢一点。你知道一进来做什么吗？什么？啊 ，B 神，我去拉坨屎，你选慢一点。我操，龙蛇
时候专业啊，先进来，先进来再去答辩。哎，我想做个任务啊。想做个任务啊。我差十四个眼不过分吧？你买啊！我出门就买。金任务吧，应该是。多少钱？你看金任务，你是金任务吗？啊？你是这个吗？金任务啊！哎，让我也选一个金任务，我们一起加两三千。对啊。不可能，他加10%，就加100多。先随为敬。我操，这个差眼屌。小鹿，你克他？我跟他一起打野。他招你就打是吧？嗯，我就在他旁边。我操，你看呵呵，坑别人！我操，呵呵！我操，怼起来，怼起来了，怼起来了！哎呀，啊，兄弟，打！你养他！我操！那叫你叫我。滚！妈，老子随机的来给你。我操，直接起飞了。这马没这么好看。但这头可以起飞。我说那个哥。哪个这个？你后面那个。我操！你看看。看不到的，我第一反应是。这猫脸很大。击法呀！我保你，我保你。走，滚！把这砍了去了。你保我！我操！出门装买什么？国土还会玩？听可。你的 TK 我好像没见过。猫屎咖啡是吧？满满都是猫屎咖啡。受不了，赶紧跑出来！白法师，是消人了，我不管了。我想一下，这盘是一个发育还是一个游走的打法？老谁的声音啊？大师的声音啊！预测一下不过分吧？操，老子准备玩中单的，我说我顶大哥的位置。哎，龙神，演给你。救命啊！来，我给小罗。嗯，请给吃素。给了你一个，够了吧？我操，逼成你让我豪华出门装吗？对啊。你。来，我再给那个眼。哎呦，好好好。我先发育吧，妈的，动不了。同意。噔噔噔。我被打开这个，你好大眼好吧？妈个泥狗蛋，怎么训练这么晚？我还说今天我们这班子可以报个仇吧。操他妈的！你不打野吗，少爷？我打野啊！你看我不得吃这点素，你看。可以。我们在商量怎么打这盘。先把我，你不用。没卖吗？不带，然后。屠龙明。喂。
来来来，我操你妈，你不说话，你妈打什么游戏啊？哎，我刚在弄。哎，你有我套装啊？你有我套装啊？别人送的。哦，不是你自己买的啊？哎，我们傻逼才会买。你妈个逼！别人先成了傻逼，然后送给你是吧？把我也变成傻逼了。听说你说送给人那个是傻逼是吧？不是，送我那个不是，他买的买了就是。眼都瞎了，你这个套装是不是？对啊。闭着眼睛花钱，他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不会自己把眼封了吧？我这都崩盘了，我挂机了，我不玩了。我站的位置会封到眼吗？秒了，做了你的套装，连眼都会被封掉。我秒啊！我秒了，哎呦，你还被封了，我秒了。哎，我去游走了，我去下了。哎，我跟你一起打野吧。别吧。我玩不了。玩不了。你看这两个，再打吧。我跟龙神一起来怼他吗？也被封了，我没办法，我买个真眼给你吧。你自己翻眼吗？对对，可以吧？正好，老子把数据来你妈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我的温度在下降。眼给你拉过去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喷起来了？就喷他。不认识的吗？啊！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，中路有机会没啊，国图？阿罗，来了来了。你耗他点血啊！银牌大师的剑，我的妈！压老子！直接做点击。你刚才你是不是有两个奶的？我偷偷摸摸的游到中路去。哎，准备干他，国图！干他！哎，我这游走还行吧？可以。上路可杀。上路也可以杀。嗯。我发育会好吧？我冰女不适合把节奏搞那么快。给你们主光环可以吧？无限皮。再快一些。来啦！冰冻。的确如此。这还要我憋鸟吧？交给我吧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上塔没了。不要抵抗。没塔，你都好混啊！瞬间不花，好混。这野区好开心。他干嘛吗？封我野。人工封野。他人工封我野。他妈。闯点压，我平时都这么玩的。鸡巴，你平时这么玩？不是这么玩扎耳机了都？这么玩？我游走去了，拜拜。这剧毒十分钟点进 A 站。哎，没事，我戒指了，随便玩了。可以。我刚刚想来帮你。别，你别来帮我，求你。千万别帮我。那绿色。我操，这剑。你的。帮我选的我很菜。不是叫我射箭啊？什么？叫我射箭。这个都是靠人性的，无妨。灯塔没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
我真无能为力，这两哥们我真没办法。踢了他们，踢了他们，打野去，打野去了。我在野，我在打野，我在打野。好好，这给你。你不是有戒指了吗？戒指在家。中间有个莱恩，我操！中间有莱恩啊，国土。我他妈打不过哑巴队，老子射到了他姐，他可以解。我方向卡已经失手。哇！我操！我戒指了，可以随便玩，打破了正好。可以打那边。我回去补一下，好吧？补一下过来就拯救你。我很白，我十五个补刀。我两级光环应该够了吧？光环多，对我没用。听课也没用，都没用，不教了。这里有眼，好像。我来了。屌都不屌他，你他妈都别他。哎，我到现在还是零个守卫。这个野怪。完了，我们赢了。奶奶自己插上去才算。必须是假眼吗？对，必须是假眼。我操！早说我插眼了。别人买眼给你擦，哎呦，上路哪里需要眼？上路不需要眼，只需要空间，还有卡了。哎呦，卡了，不管了，我先擦了。哎，能不能杀个剧毒？别打了。哎呦。鼻子向中间。知道他们的恐怖了吗？这就知道了，我操！他刚套过那个技能的，感觉可以杀。怎么是怎么中？我来脏一下，他们就走了。天堂啊！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。我在天堂打先。完了，我操！会玩。我掐了一个守卫了。可以。其实你不用来帮我，你去把他们打下去更好。打不下去，下路是猴子，观察过的。啊，猴子死两次了都。我对猴子没有任何威胁。会怼他。好。看他爆了就怼，剧毒也能怼。快快点，就现在！再点好。再赶。爆了，快点。就有眼看到。不能吧？我操！妈的，打水啊！这个逼是12护点的，划得我好开心啊！我不中电。嗯？我们走。进攻。我下去了。下路有符，要不要？不要了，不要。哎，这你妈素质太低了！我这符给我到六。不是一个鸟，素质低吗？把我晕个眼。讲道理啊！哎，讲道理啊！等好久了，兄弟啊！啊、他没蓝啊，大的。我感觉到这猴子刚有一刹那想骗我一下。报仇了！啊，我这盘没点。我操！我破处了。
哎，这盘要打多少分钟？我他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？慢慢打啊，打到什你么？刷三分钟刷个眼啊！你最快能多刷。我操！怎么换人了？一直换人来啊！我要保你，我来保你，我看不下去了。你有什么装备吗？打不过他。为什么打不过？没打。不要这么没自信啊！笑他。还没来呢。又失踪了。百八百打得过他吧？打得过啊。他以为他打得过我。把怪引过来，把怪引过来，我打。跟我玩。我他妈玩多少年了？哎，我这个也没打掉，我操！刚发现。多少米？几个人？一个。我在哪里？哎，这里有个眼，我没掉。我在玩这个。我操！我操！你怎么知道？这天火大。我操！人才。他怎么是天火？让我确认，你走这边一下。我可以买先锋盾吗？随便玩。拖得越久越好，这盘，不然我任务完成不了。我点心，我操！我们走，你们这把走远了。七把这把走远，这把怎么走远？这把输了他妈！我随便单杀胡子好吗？我就瞎逼插眼，我要把你眼插完。杀胡子啊！不啥子？啥？等他出来点。我先躲好。我先砍他，然后他走了。不是啊，我第一球把他打死了。真的吗？啊？我是第一球把他打死了。好吧。怪人他，他居然敢他逃兵，是不是有点跳死了？我操！你跳什么？你说什么跳？我的猫是几万人头啊？没有猫，什么里面？老死了，大伯爷，大伯爷，哎呦，还好。老三走完了的，这不是你脚完？我不残疾了，为什么我要脚完？他在他妈的，我操，打了好不好？打了多长时间？啊？去了那边天天打波。哇，那点睛啊！好无聊啊！确实，你们一个人打多，你可以玩别的。打谁很无聊吧？好无聊。嗯。一直被我打不了，我喊说不要玩了，还有人在玩。有人玩。感觉到无助。保你，保你，你可以不玩。来不了，我们打个压迫团，那边打吧。被他被他他老师对，你把那个逼给进来，然后让你补两个刀，我操！你昨天他们要不其实挺好打的，你看你多玩几次，你不信来单机试一下，你选远程，我现在给你打。给他们一机会，一两机会打你的。昨天老师补刀他打我，然后就先打我，就先有痛。你技能补刀，你会技能多少钱？啊？帕克也能被养到。我操！这是虚伪是吧？是，我这张皮肤改的比较多。我很早就玩虚伪，虚伪什么？一直没一直，那时候的时候就玩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夜眼陷阱前。这他妈千八嘛，五八。
偷偷缩飞眼。嗯。我被杀吧。猴子，猴子。中了一个，中了中了。这个，中的中间了。果然被骗了。这边。他真的很像真的。哎，别那么早结束啊！我要做任务。我插好多眼，我插十个眼。哎，毕生。啊。我做了一件很凶相的事，你们别怪我行不行？什么事啊？我去嘲讽了一下李狗蛋，过不过分啊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我打完这盘睡了。不过分吗？啊？你打完这把睡了吗？你说真的说假的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猫开的。实力开门。哎呀，这游戏好难玩。我现在还差多少个眼啊？差了三个。剧毒他妈的没死过啊！阿布，你不在门开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门都跑出去了。我得自己开的，我操！等一下，等别接触，我要远距离击杀他。不要抢我这波小的吧？我都没抢到。你们玩得好开心啊！我们两个好无聊。杀猴子啊！又杀猴子啊！你瞎吧，我这边中路线逼过来了。打完了又这个怼这个鞭子。我操！这个。操！这个被动骨灰都加不了。可以。那个什么 A 刀。凶啊！魔改虐菜狂魔。没死吗？这骁勇蓝的人好痛啊。我们两个小脆皮，等于说老子自信回头了，你妈逼的！又干起来了，这种太无聊了，太不玩了。这群逼他妈，哎呦，他竟然都是往前冲的，没人往后退。嗯，他没大了。我操！怎么能倒了我呢？嗯，我好像当着小兵面插的。
别了个幻象。毛。哎，赤魔把我大局打断了，肯定要跟他们换命啊。满血怎么吃魔棒？满血吃魔棒，你教的好啊！教的好惨，哥哥。臭 BKB 咬的。微光太防守了。节奏来了。我是一个激进的玩家。激进玩家，激进。你看这些兵中，我操！这都往前冲的，我操！我一直把眼拿，哎 ，TP 给你，不需要吧？不需要，我很忙，非常忙。我又有大了，又有大了。也被吃了，高铁。我操，打在这！我操，我死。嗯嗯嗯，他说挂脸上，操！杀了！我看一下怎么杀他，我得想一套方案出来。那要把这英雄办了。杀不了他，还放墨，我操！还在想方案，没方案。我躲在树林里面摇大，然后他刺歪，我就可以杀他。你先你摸完他。他还有一手羊。摸完他，然后他能躲个四。好。那也要他丢四才行，他不丢。我是躲四啊，他不是肯定杀不了。摸完他，然后跳树林一他，然后走一下位，开个大。他肯定对那个树林丢刺，买的眼出来。有空帮我怼眼。我应该买雷肯的。眼都被反完了，他们反眼好厉害啊！再快些！我操，飞龙！眼反了没啊，小罗？还有两个眼。哎，来了来了。我操！为什么我没有战友啊？你在二十分钟前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有没有想过我这句话？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好。我还差多个眼？我认为是多个眼？14个眼。我现在是6个眼。我这任务可以得1000金币。我1000金币的任务已经没了。你的任务完成不了了吗？嗯。什么任务啊？14分钟买雷肯。你为什么说雷肯啊？老子有钱。不行，我肯定买。留给我。
上下留情，留情情。啊，你刀吧，你刀吧，我刀不死他。你无所谓，你们仨。留情，留情。哈哈哈。应该没什么仇，我爸单刀。我就打 PVP 了。我一把剑。我怕骂了他，还把他单杀了，就没怎么仇了。仇已经解决了。嗯，怎么好像没加钱啊？你他妈的逼，他都不会杀了。虐待我只认国土，国土。妈的，国土对抗是有点厉害。哎，爽！哎，爽！虐待无情。哎，国土去送一波啊，不然打毛啊。拆了吧，我觉得拆比送快吧。啊！我还差一点眼啊。我算一下，我还差六加二八十四减八六，我还差六个眼，十八分钟，十八分钟后结束游戏。没问题，还要打十八分钟吗？我操！老子怎么会？老子怎么会踢萝卜盾呢？踢萝卜盾你不知道？萝卜盾死了发信号，我操！这个不死，我要死一下。两兄弟不一起死，沈锤死了。二人打不过他，完了。他好能打。哎，打不过。哎，打不过，完了，准备喂瓶子了。我他妈回答吧。哎，喂瓶子，我需要喂瓶子。再加油。你死了，然后肉量空血，然后我来收割。先去他不是在跟我们对嘴吗？怎么跑了？有吗？也被反完了。看到吗？以后别说没视野，把在保持了别人。我方中塔已被反补。操！怎么了？你不是跟狗哥吗？没有，你要不要狗哥啊？还有不狗哥吗？我 BKB 了，哦，你会不会经常跳树林啊？不会啊。从来没跳过。对啊。哎，卫平。哎，我他妈顶着大火球冲过来了。我差一点，能上吗？看你觉得呢？我进来了，对啊。好的。哎，有别人打他，跟着他。你们上吗？你们上。别别闹，大爷。压着你知道吗？我大爷就是压着他。
不被关了。不给活路，哎，他差了吧？可以，来来来。多少分钟刷不刷个野？哎，哎呦哎呦哎呦，2000块一把掉了你是？你是？怎么这么多钱啊？他快一掉了。哎呀！哎，先别签完啊，我还差4个亿，12分钟都等不了。下一路啊！下一路，下一路，下一路就开送吧。在我们家买呀？他们家买不了。能买吗？买不了的。哎，就差一路啊！就差一路啊！我还差4个眼，我还差4个眼，可以得1000金币。啊！大任务。哎呦，出门2个眼，我自己查就好了。能不能买玲珑星啊？可以啊，五星跳。送到外卖啊？差多少分钟才可以停啊？啊？还差4个眼，还差4个眼，每个眼3分钟，12分钟。我操！应该是12-2，10分钟。嗯，这量跑哪去了？没事，我来。我给你个平台。伊娜去吧，伊娜上个床去一个。你也需要我的意思啊？啊。你往后进啊。不是有人闯了？啊，哎，闯干。你可以，等会儿那里可以。可以。好了，那边你选一个呗。哎，就没啥了，兄弟。还9分钟，9分钟。还坚持9分钟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车了两个老逼啊！老师，等一下嘛，1000金币啊，一个套装，我操！哎。快睡着了。不差这几分钟吧？你他妈去对面基地买野啊？能买吗？能买吗？能买的。妈个逼，老子去了。能买个鸡吧？不能吗？不能，早就改了，好吧？放在中，放在中了，随便打。
周大杀了。还八分钟，八分钟。不能买他们家野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操！我操！把他们涂干净了。别拆了，别拆了。打月亮去吧。七分钟。七分钟，七分钟。毕生，下次完成吧。啊！等了这么久了，我难得玩一把辅助。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！出门插眼就好了。你他妈为什么会接这么傻逼的任务嘛？没任务接了。六分钟的时候拆好吧，六分钟的时候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再坚持。还有多久啊？六分钟，六分钟，六分半吧。小王，你要去送了吗？小王，你要开送了吗？开送，我可以帮你收割。妈，人都看不见。勉强的帮你收割。他真眼算不算？一定要假眼吗？侦查守卫。对对对对对，必须是假眼。他妈高地没人了。对呀、啊啊。有人，我放，我放，我放。准备哪个？准备哪就对了。来。就差两个眼了。就。哎，快被秒，快被秒。就。杀老子！这这么弱的杀杀！别推啊，兵会退掉基地的。五分钟，五分钟。啊，还没完成。五分钟！你妈逼！哎，前期不应该把他们打爆的，妈的！种猎鹰得猎果。妈的，你们的命都是一千起，老子死了给多少钱啊？治疗了，这小鱼，小鱼治疗了，你没发现吗？趁这么晚还出龙心？我看一下，我知道。我感觉我都死了。我操，他这套康波还行哎！操，老子就值五百，你妈了个逼！一分钱一分货。还四分钟，四分钟。卡树林，职业卡树林。等下说，他要是刷新，是不是把可以把我直接秒了？秒不掉吧？完全秒杀，不是那个视频可以吗？那是那个做视频的人才行。我感觉换作是我都有点吃力。好了没有？三分四十秒。三分钟的时候就可以拆了。给我打个盾吧，你没格子。还多久？还多久？三分钟，三分钟，三分钟。时间过得好慢啊！
来干嘛？哎呦，我的手都。妈的，对面的球迷不会想赢吧？他妈的，说我们不放水，他们不会是想赢吧？好像是，听他这话的意思好像是。那他妈有点过分啊！这蹦好慢啊，兄弟！对了对了对了。还有几分钟啊？两分十秒，再过一分钟就可以拆了。T K 出莲花厉害吗？刷莲花，刷莲花，必须刷。哎，毕生你还多久？两分钟。哎，太拖节奏了。等一下嘛，两分钟，各位大爷。一人发个莲花。给我发一个，我跳了。一分四十秒。我真的是操你大爷！十多个眼，我操！哎，我上去把他干了。哎，不肉，不肉，不肉！我操！我操！好华丽！哎，中了，卡在这，有没有进 L 一？进到我这里。哎，他他妈不行，你输的是你妈去。哎呦，我操，这太大。有了没啊？五十秒，五十秒。可以拆了，可以拆了。四十秒。哎，你别拆，你别拆，你拆太快了。我拆越这样紧。三十秒，三十秒，哎呦，我不敢切了，哎，别，哎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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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我不用飞回去，我在这可以买，买的是自己家的，哎，别气逼了，别气逼了，求你们了，别写了，哎，拆了，快把兵十八秒，十八秒，十二秒，十二秒，十二秒。十秒，十秒，十秒！你看我的刀，你看我的刀！哎，四秒，四秒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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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可以拆了，可以拆了！哎、哦、呦，终于完成了，我操！解脱了！这任务卡了我半年没做。要不有空我下来给你冠名。注意他，注意他通过是。好多钱啊！准备推啊，罗伯顿！操，我就猜到是罗伯顿。你猜就猜到罗伯顿，我错了。小明，我在打，不用喊我。那火锅啊！他在看录像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来个无限大，什么这个唱歌最厉害的。我操，赶紧捡啊！保持节奏啊！打断了，不唱歌。干干干！别不多不多说了，不多说，哎，打断了，急。来，干 King Kong。我操，他跳进来，哎，停！来个 King Kong。哎，他打不死我。
Judy and Mary 怎么样？ Judy and Mary 啊，排不到啊。妈个脾气，这种名字。大大大，这里来。秘密输给 NIP 是他们放弃比那个比赛，不是输给他们，不一样。不报警的这小鱼人。朱迪和 Mary 现在比赛，那不真的拉他？干他！来了，他来了。给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。来，冲冲冲！好，我去看一下，有人给了我这个。来，给你难道没这个卵用啊？这是干嘛吧？看秀啊！哎呦！啊！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要赢了吧你们？哎呦！我操，这衣服！老子小明作弊！放哪放哪？直！好的，哎，走了，我没拦着。哦，客户不屌我。他特别喜欢躺在你一个角落床上来。龙七应该也叫坐椅子。好他妈高冷啊！我操。高冷。嘿嘿嘿。梦想过上铺。你这没什么卵用吧？我啥啥我是妈的。妈。去没啊？哇，去没什么卵用。是什么？手把手教你折玫瑰。别看我来。可以啊，不要看见啊。穿这么多怎么教啊？先，我先。穿这么多教有人看吗？小朋友可以进来了。哎，拉出去了一个。我操！哎呀，不要跑！进不去了。不会。你看这个又在偷看别人的家庭。我操！完了。看到没？哎，加速跑得快。还是刚才那家吗？跑得快。不是，另外一家。我操！真神奇，真不容易。这什么英雄啊？干嘛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啥我？我军团连吃饱了没有？在干嘛？走！发神经啊！不是说撸啊撸妹子多吗？人的吗？哎。怎么打吗？我操！发现的时候走啊，不知道别人开大的时候才不走。飞龙之兵，八个，给他买了。嗯，绕后，没打。来，重要的谁？干重要。来干我，妈个逼！我们两个，这边没人。这两个人，来了，快点啊！我们四个，没有，他跟 Judy and Mary。Judy and Mary。你后手没点杀人吗？我怼一下他们了，可以怼他们。我操，对面来怼我们了。这是谁啊？什么大胡子？看不到吗？操，不是送分，给我们。兄弟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们，你是你的亲兄弟。来了个职业黑，操！哎，又有四个任务了。还剩十秒。哦，这个打掉。还剩五秒。这四个任务选哪个做呢？哎呦，跟他买哪个？都是小任务。我中单，大哥不在，我替他打。我先打。可以。要不要选个血魔？那你嗨一下。回到我一
一点六八的确实会玩的好一点。1.5 好吗？啊，1.5，1.5。1.6是什么鬼？1.5，1.6不是现在这个吗？1.6一跳，咚，卡住了。1.5我操，那跳的，一开，5-4-3-2一开，直接他妈被摆东西，跳跳跳，那个导弹，到处碰碰游击。电影，我记得在那边喷电影的，电影，他都喷，他都喷，他都喷，杀了就喷，杀了就喷。我操！你没回我，我操！我他妈的去小便了，我这走一半听到你在说血魔，血魔。为什么你一直上厕所？一直上厕所，有点不方便啊。不方便啊。我水喝了7-8杯水，好大的杯子。你的线一直碰到呵呵呵呵一直在抖，你一碰它它就抖一次，你懂吗？太鸡巴逗了。其实拍拍熊也是个肉哎。你在说什么？我看不懂，看不懂。喋血了，我们这阵容怎么打？随便打。我游左啊，我把略单。我可以打野啊，你游单啊。你们三个上条线，我们好啊，感觉。我们五条线不随便打。就是说没有我们打不了的。过一回舟山也没。哎，没人买鸡，好过分啊！啊！我买！老子怎么买嘛？固定装。好的。哎，这他妈的对面是职业选手，你们不会没练过吧？我是第一次玩拍拍熊打野。哎，你们拿哪路？你们拿哪路？我去另外一路。我拿上。那我去下。啊？什么？游走打野三战线，我操，这是个好体系啊！灵性。这里走下去还有点慢。你都说要去了装备啊，什么巨杖什么的，秒掉也就我们就能打。我被杀了。两边吧。不用什么球，都有的，我球风可以的。球干嘛？在玩点。哎呀，老子被关了。哎，我开枪射一枪，没走，我操！没事，我开着点。收你！别怕，走不了，我不了，我你走。哎。走了，怎么还有追你？我操了，这个 C 店被他反补了。嗯，不还有追啊？我得砍他，放他的那个盒。是优势路啊！我操，隔山打牛！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挡哎！妈，他不挡他死了！我操，他一级没那个了。C 等一下 ！C， 开自由 ！C， 来吧来吧，很关键，传承。我们两个弟，谈了吧。很关键，我告诉你，非常关键。死不了。长士气。拿给那个吃素。可以。那这边有没有得到？妈的，漏了好多经验。这是鞋子啊，鞋子，买一下。下来，我来帮你了。我的 chicken。我去给这什么？
在你们对面。是的，在你们对面。OK。老鸡，我被刀塔抽蓝了。我下来的伤害他彪悍。哎，鸡子怎么了，哥？啊啊！谁干的？我的。哎，兄弟啊，你把我回复吃了。我的。老子报警了。我的。哎，大队要说话。有机会吗？死定了，还有没有机会？砍他一刀。我的。我回家，TP出来给你换瓶子。我回家，不用，我回来。这有没有只有一个空的？随便打。这么硬干，我就老加了吧。我操，出神入化的打野。我上去带了兵，下了。好吧。哎，选个红红火火的干的人，要死吧！这干的，还有红红火火的干的人。这地基也吃我！妈的，他上单 TP 下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下路！啊！好，谢谢。刚被送到左摇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你打吗？大 B。我试着走过来。哦，我跑掉了。是啊，这难过啊，兄弟啊！开玩笑，我。哎，我 A 不出来。老子买个吸血面具去打野多好。哎哎、你怎么没？怎么没？是我们俩。哦。哎。老子也是醉了。哈哈，老子这是 EM。老子没蓝，妈的！操，蹲到时间了，妈的！操，你去怼这个 TP 啊！妈个逼，他们！该我 CS 把你杀了光法！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没什么魔啊，我在等瓶子运的。我给你小蓝。恭喜你！过来，跟你吃糖。别抽瓶子，我们这就。喂，没人告诉我，自己注意。龙神用机吗？你不用我一瓶了。心太小了，龙神。我操！龙神为什么只有？哎呦，真眼，我真眼。你们快跳出！哎，好痛啊！故障，咋了？这战场被霸天了！躲了。哎，这个人的味道。操作，我操！七零七，嘿，这你们能推啊？死不了都死了！哎，分！还两个嘞！哦，上分上分，最近好啊！啊？你要来？哎，这里啊！哎，他说你下来，他们两个人，我两个人，我一个人死。谁敢开车来啊？谁敢开我六火兄弟？五个六，妈的，他们五个六可以吗？你要在他 A 的位置吗？他妈的把毒射了。我去偷盾能不能偷到？白这边，你他妈把我个 bug 啊！我操他妈的，你知道吧？大不了我操！哎，你别拉过去，兄弟！老子，老子不对我。哎，这样欺负你啊！老子好背啊！我帮你压他，买毒球打他。来个卧、啊、我他妈去偷盾了，我操，我还要走，我亮了，我引刀，不管怎么样，人生总是要尝多尝试一下的。还要打，你有三分钟，我要。哎呀，我的操！会被发现。我还有秘法，还有秘法。上路把人打出来啊！上路 Rich King。哎，兄弟，我觉得你叠血了。你肯定叠血。
我跌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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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跌了，跌血了，跌血了，跌血了。他妈一百来，他妈一百来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，我操！这个来劲！我哇那，这感觉起飞喽！好像死不了啊，他妈的，差一点。不了，差180多。打不了这种。哎，拍拍熊现在血好多啊！这不杀我的，他妈我那个下去买来了。算了，你打拳吧，打拳吧。我跟他玩，跟他玩。老大，我拉野。哎，可以杀，毒神，毒神。这个真的，这个，这个，哎。后面有一个残血人，龙神，我操！我可以砍，我有大。天方枪，我操！凤凰上去了，收割了一波。龙神，龙神，为什么能变换下？变换下。我看错了。我要看你来个秘法。哎哎，对呀，我需要秘法，我需要秘法。我有秘法，我有秘法，来给你们，来给你们。快走！哎，他们这里很多马，多多，是的，妈了个逼，爹，他在干嘛？他说他不服，你信吗？我有大。我操！小罗的笑声。我可以。他的大妈，你看他把美女都丢在那里了，能不能杀啊，大陆？我操！刚好没了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再来一个。我有大，我有大。人没人未到，但我人可以打输出，好吧？我能说的就这么多。哎，妈了个滚！接啊！完了！你这么多人啊？我不知道。哇操！什么鬼？我能来，我跳了。哎呦，这波怎么能找到我？能 TC 到吗？我操！这把是完了。两太牛了！哎，十八里来了，他拉了十八里，我操！哎，没补到。他，我感觉我被玩死了。没有跳好圈啊！之前要杀人干嘛？选手都没说话，你们杀谁了？说两波，他妈龙血不送回了。哎，滚回来，滚回来啊！我在这等着。好的，我五秒有大了。可以。我但我不想只杀凤凰。这凤凰挺肥的，可杀。
后面来扔个提币就行。我想等一下。两个，这个，这个是真的。八八。假的、啊。我来了，去了警厅啊！你快去警厅，我操！哈哈。完了。有没有没血的？我必发。我没血了，我没血了。我说对面。哦。好吃啦，不跟你说。我操！然后也好，好了。起飞。老子被晕了。起飞了吗？起飞了。虚空假面，我操！主要他是控制不注意怼他。我尝试一下能不能把他逼回来。拜拜，谢谢了。我到。输了。快走！哎，我跟利息一换一了，我操！哎，我什么时候打的盾啊？七分零五。因为刚才就点名少关键。好的，任务又没。我下货会上，我们开风水了，怎么样？那货我们去不了一步啊。好的。哦，你刚没做是吧？刚没做你刚没做我就不玩了。别人带眼全部给他切了。哎呦，我操你妈！你放眼，我操！你走不了，快点吧。抽三个。你可以去餐厅了，必须明天了。这里。哎呀，点去了，你妈怎么有个挂啥在这？谁跟他来开的飞机？他们差不多了。啊别！逼着掩护。我帮你收了利息。有货。Nice！ 我操，这个团战。哎是吧？哎呦他妈的！啊，辛苦啊！来过来，好，把上都放过来。飞鞋加标记，老子刚跑得跟狗一样快。轮胎，轮胎过来开货，轮胎。哎，到这家，我大拳王，呜呼，起飞了，我还在，我是还在那，起飞了，靠你那，行，哎呀那，我操，下一个我的，嘎机了，哎，早说，老子早再给你下一个了，我的 friend 哥，哎我操，给你吧，讲道理吗？讲道理，真是回复。哎，这你不讲道理啊！有人。哎，看见了，我操！我先走，先走，等我一下。我们不讲，我们不讲。
凤凰没飞了。不要不要，秘法秘法，我没有，怎么 A 不出来了？没跳刀，不然可以跳走，知道吗？他我知道他跳进来了。你把 CD 好了。龙先生，我可以给你个 buff。想干什么？我打你吗？没有啊，给我 buff 没有啊？不要打我！来个升级，我操！老子为什么才八级啊？我操！对，对面放弃了。我操！你比我厉害啊！好想报昨天一箭之仇啊！操他妈的！妈的，我有人被炸死啊，这有人死了，这路口肯定有人路过，肯定有人会在往那里路过的。啊！奇迹了！哎，他无处可逃。啊！对了对了对了。他们也去，他们也去哪里？看你眼了是吗？这里。这里干他干他！嗯嗯，走吧！我操，出来了！真的好！他老实了，哎，他没带老实了。老实好像是卡了，你们把他杀了？龙人去嘲讽一下，老子嘲讽了你狗蛋，他们吃宵夜去了。讲道理嘛，他们练了一天，吃个宵夜也不过分。我他妈吃饱了，吃饱个毛啊！飞刀，快刀，老大，我的一天。你们要输了。叮叮叮叮
开始吧。他是什么？电梯。好。听见了，大哥。电梯开始的关键。妈的，怎么连铁水带也不啊？好吧。呀，哎呦！谁他妈电了我一下？又做了个任务。是谁电了我一下？周海，小罗。哎呦我操他！毕生他妈八把奖金币是什么鬼啊？做任务啊。哎，你做任务为什么有1700的金币啊？因为是金任务，最贵的任务。因为你等级高吗？啊？你等级高是吧？小不是小金牌等级高。换！我没捉神。啊？没捉神怎么做？你多少金币现在？哇！我没做。做完什么一模，准备都没准。懒得玩一模。走下皮岛。哎，拉他。来带个队去，带个队去。来看着他，我在。这怎么看终点？我操！这兵专业不看，哦，看了，我操！哈哈哈哈哈。看终点嘛，快闭眼了。哎呀，我又饿了。好烦。好了吗，小明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他被我炸出了，他们啊，唯一数据最好的男人。快走啊，快走啊！干嘛？后期可能链接这么难吗？别干，别干，好了。干干干干干！啊？干还是不干？好，来了来了。不是啊，你们请假走啊？你们请假走啊？走吧。你妈了个逼！干你妈了个逼！他妈逼，炸不到人怪谁吗？这台都他妈的又卡车不卡够了的啦！妈的，你别说，他估计丢铁匠走的了，被摔死完了。你妈，你们大不到人关系啊？肯定是我这台都怎么打？肯定是我自己啊！被我的 Chicky 给怼了。我去跟你弟弟。你赶紧找出我的 Chicky。不是一个队伍一个队。我的 Chicky。Oh Chicky。操！今天没上。走呀，你在给他们负重训练吗？他们在练我。我操，这个比60万，看一下他干嘛了？他最近干嘛了？去你妈的！杀我，不给杀！老子把他盾给怼了。你看，辅助是电怎么打？一个06，一个17。
哪一条王八蛋？这么快就排到了？哦，操！怎么又买没卡？炸弹已经，我操！我炸弹已经付出很多了，不想完成。标注啊，全都是我单杀的。小王应该可以游走八分钟，可以买没卡了。又是他们。48。小龙闷头三年。发出一份未来，小罗基本就不要管。哼哼，太肥了，我操！小罗的职业的那个声音，我这小辣椒。加入我去吧，妈的！我操！大辣椒没来，大辣椒。大辣椒没来，来个大辣椒。哎。深夜催眠直播。我怎么组排都比你还高了？你是不是经常是跟 OB 的人去送啊？啊？送什么？说啊，经常是跟 OB 的人去送啊。啊？不专心操直接把这个敌人给怼了，是吧？好看的啊。大辣椒，我操！我的下个人轮不到啊！我操！哎，但你说有点去，哪里看哪里看哪？我操！搬家了，搬家了，来吧！对面的阵容并不怕我。哦，感觉要黑，这盘感觉要黑。一攻一炸怎么样？这个没问题吧？听到没？听到没？我明白这个意思了。明白了。不要不要别忘啊！听到没？我操，学到好多。学到好多。老队长在训话吗？国土。老怼。就是不可能让你这么安静的打拳。是说我吧，我刚玩的飞机，不让我打拳，以后不让我打拳了，我操！我只能强行增加游戏难度了。然后打个出点点，我跟你一起走链家吧。好啊，船炮你不中吗？OK， 我中单。我是买没卡啊，记得。啊！不会买双鞋不过分吧？大外可以啊。不过分，不过分，随便买。这盘不好打、啊，我感觉。好蠢、啊，我们这种。我跟你说，对面肯定生气了，这把要叠血了。我感觉你那种，你那种。狗哥最近在带一个妹子开黑，那妹子长得可好看了。我操，江洛，已经进了别人的鱼。知道别人捕捉你。一姐不适合这个版本，没人用。跳跃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，
是该用小娜迦了。小娜迦比大娜迦好玩。能不能把你真脸给我？白痴的你别说了。哎，让他过来，把他保持到了。胡叔，你能买对吗？哎呦，露馅啦！把杀掉一个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放他妈的血！靠我！这样我买只鸡，国图，你增加点。能打开了，你就肯定不高兴了。我大赏金 Q 币啊！你买增加点，我买鸡了。我大赏金 Q 币啊！打药吧，那你就见就好了嘛。我，你不是说我吧？正脸打我脸，正脸打我脸。几个？两个。我操！那上路叠血了。有粉吗？我感觉屠夫一级血伤撞到赏金，开个粉他就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买吗？哎，买不起。要的机遇不乖。是啊。哎，早说早说我就买了。对吧？美杜莎怎么不买粉？他是文史。你妈优势路大哥不带粉的，怎么上赏金啊？啊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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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没？上金了。有粉他已经死了。是的，有粉他已经是尸体了。我会吗？嗯，可能是。下路只有一个小鱼啊！下路只有一个小鱼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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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凡博凡博。凡博。哎呦，那是我 nice 啊。喜欢毒？我也没有，苏恩血波，血波就血波啊！妈逼，全部随机，操你们吧！我第一个随机的不过分吧？我第一个随机的，妈的！哎，反补了有经验吗？不能把把手他妈的拍拍熊吧？拉野吗？拉野吗？快快说！别拉，别拉线，关好，别拉，别拉。啊！人啊！完美线。哎，叠血了，拉。我吃炸药了。哎，算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长机在哪？我操！刚才这个线压对面，简直压儿子。哎呦，连续丢失两。我觉得拉野发育吧。拉了，拉了，拉了，拉了。我要刀！哎，别动啊！为什么这个造型？道具啊，横着走的，都是螃蟹的，横着走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活了！拉嘞！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！我枪没上了。我完了，兄弟们！我在那上上了，可以，他上了。哎呦，这比数据好高。有人打我。哎呦，快先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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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。哎，自爆都没机会自爆。看你把我高地眼吗？啊，上来。拜拜。操他妈！还在那背着跑，背着跑，还在打过来。哇，死大侠了！哎，没粉这个币好跳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跳什么。哎，我操，这个咪咪好像。哎，女王，完了。这我不会再中了，要完了。我死不了，我死不了。拉了他妈！我希望没有，对的了。喜欢反补是吧？哎，你好好反。老子没吃到福，妈了个逼！发育了，发育了。拿头打我！发条好危险。来什么的吧？哎呦！
可以你吗？哎，把大爷给我吃一下。十八怎么有十八？哈，谢谢。王老师，你现在家里吃饭吗？来点鸡汤。别他妈把我屏打出来！我记得你放应该没有收到十八的话。没有没有。OK， 那我动一下。我操！又是两个挂件，那两个挂件，他打爆我。一打机器人。我刷进去，我的那个雷区标志就已经刷进了。来了，没亏，我们交钱。很关键。很关键，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又来了。啊，就靠这张 TP 了，可能有个回复师。哎，没回复师。有个回复师，先拉。好。黄翔，我操！好吧。把他撸了吧，他妈的！给我上来，别伤心了，给我上来。哎，我只大刀而已，我只大刀而已，对吧？我操你妈！哎，小罗嘞？我罗你呢？我也需要很关键一波。等一下，估计会有个莱恩，我在这卖一下。谁带我关键一波？我现在很关键。可以。你就找野怪关键吧。没掉钱，我把你的房子他妈的，他这起被把我杀死了！干，别帮我打！他妈的，等于说他没差事。你有房子别帮我打！我倒也。一个逼带他走！啊！你给我操你妈！来了！哎呀，没扔出来！我勾引，肯定有关键一波的操作。好的，就等关键一波。你有房子？瞬间有钱了，有没有钱？来了，关键一波来了，关键一波来了。哎，来了也在。老哥说，哎，带我一个，吃块肉。关键一波。关键一波还是到的吗？哎，奉行空上辅助。秒等一下，操，上路好多。哎，他又隐身过来了。他妈的！哎，聊等一下。好了。这群逼怎么能勾到？哎呦，女王没大的，放开。你能不能勾到？勾到我踢他。没这技能。有眼的你来。对面有眼，怪不得没关键起来。加油，奖金，奖金。可粉可粉粉色。哎，加十一个差不多了。你骗我！我这是给人标签要留手高地的兄弟啊！我打一个吧。我想我穿哪路？妈的，兄弟！兄弟来了，我穿哪路？我变黑，买了吧？没买。我买不了了。这个刀卷不破。快跑！他妈了个逼的！然后还逼不出来，又拉死了。你能勾到他吗？勾到我五秒。你喂我一口瓶，我开雾去干去了。行了，顾叔。我带你关键一波。想一下，闪金来中，哎，蹲中，开雾蹲。来了，来了！哎，很关键 ，TP 一个。关键的最后一波。快，还有，关键一勾。哎呦！操他妈的！锁了有关键一波。来，控打洛夫。下吧。下吗？哎，闪金。
哎，他在做眼。哎，我反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哈哈，真的，失望了都。哎，我踢到他了，原来，踢一下，关过了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操，这老逼啊！被我的 GK 怼了。昏倒，昏倒，停一下。我靠，你妈女王有大了！我操，他上面都没机会。你这突破很不快，很不快。大饼，这某改某改飞吗？某改飞。小鱼好像要，小鱼好像死人了，死人了，小鱼了，小鱼了。学八分钟，八秒死人了，死人了。他买一卡，他们点兵的，他们是什么死费？填就好了。我就想看到下路是个死费，填我的。给我，他想当下路下路帮我怼他，然后下路把你把他怼穿了，你下路不接他，你又不肥，下路。我还行，玩的挺爽的，真的。谁的屏？谁的屏？不错不错，我的我的。我操！龙兄弟，这个我操！这个我操！这个我操！我看吧，哎呦，这不怪我拼不拼得过，啊、我先跟他们拼一下。看我电影，是吧？我看我电影，我怎么看不到？是吧？小老长青了。小老长青了。给个 C 怎么样？那个不也怪拼了？你妈了个！好好。他们两个走吧。干毛，干毛。听你的没有？他不是看见了吗？出的好快。培养以后的，刷点速度杠杠的。哦，这我操，这个真言很关键啊！关键，关键，关键！现在的那个术语就是这句话，关键，关键。这个空帮拿点远古。哎，很关键，关键，关键，远古很关键。龙城快去！龙城快去！关键！龙城关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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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！哎，我来了！来了！操，这补刀还可以啊，把封印给补爆了。封印没了。封印应该是个妹子吧？对，妹子，妹子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关键，这不很关键。我场地来了，场地来了。我先走这边了。龙城给力啊！给力啊！封路高，我操！妈的，这魔棒一个大死了，我操！死了，又在做梦。加洛福很关键，加洛福会引发血案，关键的，关键的，关键的加洛福。谁抢暗示他？打个暗，打个暗，安静点，出血的暗，出血的暗，来个暗。哎，这个 B 有眼吗？我操他妈的！是不是很关键？很关键，很关键。但是没有拉远古啊！没，他有一个鸵鸟帮他。哎，这个鱼鼻鸵鸟刚才没动。拉了。很关键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么关键的拉野，能没看见？哎，这风行是不是在耍我？应该没眼吧？有眼。有眼，我操！应该是运气好，刚好躲过你的狗。我都是大吗？刚才只有0.1秒的机会，他错过。没大没大没大，还需要关键一步。哎，狗蛋来了，狗蛋来了，岳木干干不干？打完这把跟狗蛋打个 BO1 休息，这个节奏怎么样？
先打个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关不关键？关键关键关键！哎，给点说法！我操，你们不好打，我就去装怂。魔改，肯定好打啊！嗯，那就干了。让他们玩那个 RD 模式，别别 AP。我勾引 RTP， 看我勾引。妈的，潘潘一个冰龙在我脸上玩，我他妈好难受。我来了，毕姐。哎，龙神很关键，我有大，我勾。可以大，可以大，拼不拼是一个。快跑，很关键。我操！关键，关键！我操！操他妈的！一勾甩出去，甩了个大哥过来，老子脸黑了。老子没肯定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他们又没大，在这边干嘛呢？好关键，好关键，我们。这个队伍老子好烦，他妈的一个隐身狗，一个两个有蹦的，一个有风行步的，没一个好欺负的，就来空又多，好烦。操他妈！别烦，别烦，最重要是别烦。勾到轮杀吗？轮杀，轮杀。他后面有人，他后面有人的。中路，中路，三个，三个。哎，我操！我又勾到了，我都准备咬了。四个，四个。我被标记了。哎哎，被勾空气了。换塔，别守了，你没有多少人，你就守了我。没人有秘法。哎呦，鸟让我用一下。你来用啊，你用啊。的夜叉两年没用到。王带我打远古。弄好了没？好了。护驾，护驾，国土过来。来，呼叫，加油加油，看一会儿。他还有人讲，他还有人讲。还有人讲，我杀了那还有粉，还有粉。怎么都在这挂机啊？找了个补刀斧啊。有道理。少了点东西啊，打得有点慢。他妈的，这剑长得不怎么过瘾，我操！是经验还要抱怨？我操，才升一级！对不起各位大爷，打得有点慢。赏金上次在这，哎，刚是不是赏金在这吃了我们经验啊？没对吧？后来再去的。远古不能被吃吧？远古没法被吃经验。哦、对啊，远古不能分经验的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哦，上岗，上岗，我找到了，对。正在上，我等着你啊，你先接他，还有没高低是高坡视野在上。